开一盒捞汁老婆椒。这是一盒的量，这个是鲜麻椒的。别老说我卖的和你们吃，就是我卖的和你们买的不一样，我吃的什么样你们到家就是什么样的。放心，胖圆不能干那么丧良心的事儿，把好的都留给我吃。再说了，这玩意儿我也不是我做的，都是整批出来的，不会挑，都是这种个头相对来说比较大的，但是有个别有小的也是正常的。吃一个啊，这是一盒的量，我这是捞汁的，这个是冷吃的。现在天气热了，就是到货一定要及时取，然后放冰箱冷冻，吃的时候拿出来。这块是内脏，想摘就得摘了。捞汁是咸口的，这样老好了，折了。